最近众星云集的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无疑成为了大家谈论的热门话题，而关晓彤应邀第三次亮相，她的时尚打扮充满青春活力，别具匠心的服饰惊艳清纯，都备受关注。5月24日，关晓彤也是在归国后现身上海，为自己代言品牌的全新概念店发布会展台助阵。当天晓彤身着一袭荷叶袖迷你多层连衣裙，搭配粉色剪羊毛连帽外套亮相，修长的美腿果然十分吸睛，搭配一款可爱的拼色小手包，完美展现出女性柔美浪漫的气质与青春洋溢的活泼个性。据悉，此次该品牌2019早秋系列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跨界合作也是备受瞩目，当天参与设计的艺术家广玉、朱静一、 Thomas Bray 也是齐齐共襄盛举。现场他们还大方推荐给晓彤自己参与设计的一些单品，给了晓彤不少时尚的灵感呢。就很好看，因为尤其是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些和四位中国的艺术家合作的款式，尤其是像我手上这个包包，就是它很抽象的小恐龙，然后就在这个上面就非常的非常特别。我把我喜欢的单品都带去了戛纳，有一个印花的裙子，然后还有那一件就是和朱静一老师合作的一个 T 恤，还有和广玉老师合作这款包包，包括像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外套也非常的好看。肤白貌美大长腿的晓彤，由于这先天的优势，人家可是穿什么都美哦，因此生活中的她反而会穿得比较简单随性，不过到了正式场合，人家也是分分钟变成了小仙女。看她在戛纳红毯上的各种惊艳造型，简直是美出了新高度。平时其实我不是特别会打扮的一个人，对，就是平常主要以舒服为主。戛纳的造型大受好评吗？自己感受怎么样？自己感受就是还得继续瘦，要胖了就都不太行。晓彤妹子还是一如既往的耿直啊，不过夏天到了，这身材就更得纤瘦，不然怎么 hold 得住各种漂亮的衣服呀。除了在时尚圈玩转的风生水起，晓彤接下来也将有两部大荧幕新作即将上映，赶快来了解一下。最近其实就是电影《约伴爱丽丝》和电影《图兰朵》会和大家很快就要见面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多多支持。其实都挺大的，各有各的难点吧，就是武侠呀和这个现代戏这一块。对，期待晓彤的全新作品。上海报道，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